新番快看之蓝色监狱，在新的一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何谓几家 CP 几家仇。除了生动演绎史上最惨富二代以外，蓝色监狱也向其他角色伸出了他那蠢蠢欲动的魔爪，什么夺取同伴作战啊，翻译一下根本就是男同修罗场啊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降官推与他的漫漫群妻路，大小姐与他的橘猫忠犬，其中还穿插本作的救急凶控 CP 粉碎机，以及灵王答应我别再舔了。在稳定崩坏的动画制作和拼图王踢足球的运动描写中，修罗场显得是那么真实且生动。只能说啊，男童这块真的是被吃得死死的哈。作为一名忠诚的漫画党，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